有到齐吗？举手。有谁迟到了？我为什么会迟到？我想什么时候播就什么时候播。对呀，我开美颜了。它是这样打开的，就是放在手心里它就会噜。我刚说到哪里了？立志不做一个小漏勺，好不好？我要做个实心的勺子。请记住主播说的这句话。你知道每一次年底都是很多活动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你知道，比如说一些下个月的一些活动舞台什么的，就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这样的工作。有惊喜，有惊喜，一定要期待一下。有惊喜，跨年在哪儿啊？这个先不告诉你们。年底有很多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啊。什么时候国风舞台？下个月就有。人很高冷，对，没错。看，这是我的新手链，装满满满满。哎，我最近很喜欢有一首歌，兄弟们唱唱，但我唱的不好啊，不可以说我唱的不好。哎，可以说我唱的不好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我唱的不好，大家多多见谅的意思。总是擦肩擦肩，哎，这什么戏来着？老好吃了，大家好，我系刘宇，我好开心啊。大家不要送礼物了，求求了，求求你们不要送了，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呐、啊，都看不到毛孔了。哇，一个手机直播，你想看到毛孔，你得用相机。什么？上次票太少了，好，我下次我提要求，多来点票，可以不？加五张。你说我考研请假来签售怎么样？别吧，可以透露下小卡吗？透露了，那你们收到不就没有惊喜了吗？直播封面发出来，不发不给。主播介绍一下自己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我刚才差点想讲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。老师，我的大鱼需要换一套衣服，就会砰砰砰跑去换。怎么保护眼睛啊？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，就是闭眼就是最好保护眼睛的方法。要坚强，别哭。今天有谁过生日？不许骗人的那种，过生日的扣一。如果骗人可是要变丑的。祝现在没有骗人的人生日快乐，真诚的祝福你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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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，耶！换一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想一个。我的窗帘怎么动了一下？好啦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咯。拜拜，我们回头见。拜拜。所以说我今天的直播间可香了，我点了香薰。拜拜。好，自动回复。等等，等我找到满意的照片，我再回来。